大家好，我是 Vivian，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中讲新闻。看下这条消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又被爆出当年的性丑闻，指他在任期间赴纽约市出席一项活动时，曾在一间酒店秘密参加疯狂色情派对，与五名模特发生不正当关系。据美国国民问询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克林顿为了挽救其婚姻，已答应定期参加心理辅导，并以秘密接受曼哈顿一著名心理医生的治疗。报道说，克林顿在纽约市一间酒店出席活动时，一名好友为他安排了这个色欲派对，参加者包括一名单身的东欧金发超模和另外四名拍过色情电影的模特。报道并说，希拉里曾引用私家侦探的报告申请离婚，其后与他母亲商量之后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即将卸任，他的20多个助手和朋友向媒体透露，希拉里将在奥巴马明年1月宣布就职之后离开国务院，然后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自己休息一段日子，思考未来几年的路该怎么走。再来看这条消息，凭借江南 style 一曲风靡全球的鸟叔曾名言有意教美国总统奥巴马跳骑马舞，但有传周日在美国圣诞秀上表演的鸟叔在表演完后只与总统聊了几句，似乎因怯场不敢教骑马舞。不过能够在总统圣诞秀上表演已经可谓非常厉害。鸟叔就以一身鲜红闪时上衣造型卖力跳唱江南 style 一曲，在下台后他却不苟言笑，不知道是否紧张演出，还是因为陈年反美言论风波而影响了心情。据悉后来奥巴马与鸟叔握手聊天，言谈甚欢，但鸟叔就没有教对方跳骑马舞，只是在后台与众表演者和副总统拜登合照留念。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